综合报道。台中有一个六岁查甫囡仔，洪发现讲，伊伫洗身躯浸伫浴槽内底时，胸胸无喘气、无心跳，赶紧送病院，尾仔也是救无回来。病院即马是发现讲，囡仔的身躯顶头有真侪骨伤痕，而且有空隙，已经赶紧通报警方。警方嘛找时间去验尸，要了解囡仔死亡的原因。台中市洪源区一名六岁查甫囡仔，这个月初一，地处静心区，突然无生命现象，家属通报依旧，送医抢救犹原不治。医护人员发现查甫囡仔身上加脚手有真侪所在凹陷，怀疑受到虐待，通报警方。台中地检署机动刚上检，根本父亲等三名家属初步无法度确定死因，会得其解剖。本月二日接获警方报验，本署旋即指派检察官当日前往相验，并询问死者之父亲、父亲之同居人及祖母等人。因初步无法确定死亡原因，故检察官预知择日解剖，以厘清死因。台中市社会局证实，六岁查甫囡仔到现正死亡。台中地检署已经启动重大疑虐案调查，死因还未厘清。家防中心初步评估查甫囡仔疑似造成虐待，将依法提起独立告诉。根据家护基金会内部统计，去年疑虐相关通报案件多数以医护人员、教保员、社工所做的责任通报，社区民众主动通报案件不到10%。呼吁各界共同建立儿童安全防护网。一般的社区的民众，他可以就是我们讲，多去警戒有这样的一个，比如说孩子有些哭闹的一个情况，或者是说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就是主要照顾者会有这些，就是过度管教的一个情况，民众他们可以做113这样一个通报的一个部分。教育基金会也建议儿童家长的照顾者唔通家己承受压力，会当找各县市政府提供的家庭支持，甲幼儿咨询等服务，适时找出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